everybody. This is your friendly neighbor, Lisa Foxy. And welcome back to Sword and Fairy, Together Forever.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o ahead and continue on back to the sto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And I hope you guys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just as much as I am.失恋搁置多年，是因为不清楚独杖异动的原因。现在你提议重启全首试炼，可是查明了异变的真相。长老，四年来阿尤在外调查，终于掌握了可靠的线索。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但我相信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选拔全首是村中头等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我知道，所以阿尤必须通过试炼，才有资格担起这个重任。桑游，桑游，桑游。 跑出去玩，看来又皮痒了是吧？啊，好险！昨天逃了长老的一刻去抓兔子，我就知道小巫铁定饶不了我。还好我一早就躲到外面来。
我又呆的，人呢？臭小子，你给我等着！今天是小姑姑的法术课，现在回去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哎，反正都出来了，不如打几只山鸡拿回去，还能哄哄小姑姑。桑瑶，你简直太聪明了，不愧是你。 人在这里。莫大哥，看我抓的山鸡肥不肥？你小姑姑在村里到处找你，你却跑出来玩？她天天逼着我学法术，太闷了，还是抓兔子和打山鸡好玩。拳手试练没几天了，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玩心要收一收。收什么呀？选手肯定是你。 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法术，我掰了。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小孩，其实我也不比他小多少。要是我当上了拳手，那时候村里人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了。他也……哎，莫大哥。 要是你当上了拳手，会不会向我小姑姑求亲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看到你枕头下面是小姑姑之前给你绣的腰带。她给我们俩一人做了一根腰带，可从来没见你戴过。我还以为你弄丢了，没想到你那么小心的藏起来。 你翻我东西，你小子，看上个母老虎！<笑>臭小子，给我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呦，莫大哥，我求饶还不成吗？求饶，莫大哥！要是这个梦……你醒了。 师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好，我这就来。Wouldn't it be funny if they were?
各位村中长老，四年前毒瘴动荡，以致全首试炼一直未能完成。今日，桑梅请求各位长老恢复选拔新全首之仪式。准许。村中适龄者，若有意成绩独掌全首，需通过天赋测试，才有参加试炼的资格。桑游，可愿参加试炼？我愿意。可还有人要参与试炼？没有啦，阿尤哥，我们都看好你。对啊，阿尤哥，你一定能通过的。你们，桑游，试炼者需互助进入天坑深处，由泉眼选择下任拳手。但如今只你一人，这种情况历代未见。可不可以让我们和阿尤一起去？好吧，这次特许你的朋友们与你同行。真的？但考验你必须独自完成。是。阿尤哥加油啊。谢谢你们。莫大哥，如果你在的话，在行动之前，我要先交代几句话。毒瘴泉虽有天下万解，但也有天下万毒，有不少毒物是外界前所未见的，若不小心会酿成大火，你们要紧跟着我，尽量不要触碰任何东西，以防发生意外。I almost forgot how to. Okay, there we go. Used to playing the girl.
啊！不愧是小晴。结束。I would have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ombo. There's something here. Hmm. Must be a boss fight down below because I see the cooking thing. 神农九泉，真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从古至今，总有基于九泉力量的贪婪之徒。想据九泉一己私用，完全不在乎生灵涂炭，也总有像我们村子一样的无名拳手拼命阻止，但世人大多无知无觉。可敬。为避免拳手在位过久迷失初心，我们村子每过几年就选出新的拳手。Oh, there we go. Okay, I can't cook anything major yet. Or I probably could have if I just dug a little more. But I've been doing pretty good with my crazy luck in here. 这一层的试炼，我们得分成两队走。那就你们三个。月姐姐和修大哥不能分开。所以我和阿尤一组。小晴，前面的路有上下两层，月姑娘你们走上层，我和小晴走下层，到时候需要我们上下协力才能通过。好，那我们到这条路的终点汇合。今天桑游看起来与往常很不一样。嗯，或许是与四年前的旧事有关。Think I'm stuck. Okay, wait a minute.没有路子，看来这便是阿尤说过的上下协力了，需由他与晴妹帮忙，我们才可继续前进。小晴，你看这里的花花草草长得是不是很好玩？阿尤心情果然不太好啊。
救。Oh, whoops, well. That wa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Where am I? Okay.束手就擒。Well, that didn't. Okay. Well. So it's not that. Clearly.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e other way that the other team is missing. Okay, it was me, it wasn't the other team. Gotcha.破这朵毒花，这样才能给上层开出路来。那我们后面应该也有需要月姐姐和修大哥帮忙的地方吧？没错。Took me a minute because I was like, how do I switch again? But I got it. Hey! This is the place. I don't know. He controls the lower level. We'll break the door first. Put it in the front of the door. I think I was gonna make that, but I did. 小晴，又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走了这么久，你累不累？我不累。我估摸着，前面就只剩一小段路了，应该很快就能和他们会合。小晴，你怎么了？有心事？是阿尤有心事才对吧？这。被你看出来了，先去找月姑娘修兄弟吧，等人齐了我一起说。破这朵毒花，前面那里应该就畅通无阻了。这试炼若是只一人独自挑战，还真不知该如何应对。
I guess I gotta make sure everybody gets here safe.去下一层吧。已经走到这儿了，大家先等等，有些事情我需要告诉你。阿尤，什么事情？如果说出来让你难受，也可以不必说。不行，我必须把发生过的危险告诉你们，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你们也听小姑姑提及了四年前独杖动荡，全首失恋未能完成的事情，它就发生在这里。那时候的我，正是调皮的年纪。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之后便和小姑姑相依为命。我是个不省心的小鬼，整天在村子里捣乱，惹得小姑姑天天训我。现在想想，虽然有村人帮助，但小姑姑那时候不过十几岁，自己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还得照顾我，该有多艰难。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我却并不觉得有多难过，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好兄弟，他叫莫年。他比我大两岁，也是从小就没了父母，又因为跟我经常玩在一起，小姑姑就索性将我们两个人一起照顾。我叫他莫大哥，我们每天一起学习，一起捣乱，然后在一起挨小姑姑的揍。我腰间这把刀就是莫大哥最宝贝的东西，谁都不许乱碰。我眼馋这刀好久了，偷偷摸过几次，莫大哥发现后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我慌得不行。没想到这把刀还是留在了我这里。莫年，在村子里并没有见过这个人。哦，我爸小时候特别贪玩，在我看来，抓兔子打野鸡比学习医药法术要有趣十倍百倍。每次小姑姑都要紧盯着我，我才勉强能看下去几页医书。可是莫大哥不一样，他什么都学，也什么都会，更什么都做得好，我可崇拜他了。当时小姑姑已经担任拳手数年，按村规该从村里的孩子当中
选择新一任拳手了。我和莫大哥算是孩子们当中天赋最高的了。村中长老也说，人选不出我和莫大哥。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是根本比不上莫大哥。拳手失恋，若是受伤或被困，小姑姑就会将他们带出去。很快，独掌拳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莫大哥。莫大哥，前面就是泉眼了，你快去吧。啊，我们都走到了这里，你怎么能这么随意？哎呀，莫大哥，我早就说了，我对当拳手没兴趣。当了拳手，可是一辈子都不能离村的。这天底下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都没见识过，没享受过，就这么绑在村里一辈子，我可不要。去年嫁过来的汉家姐姐说了好多稀奇物件，我都想去看看。你说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嫁给了我们村子的人，她以后可都不能离开村子喽。哎，说好了，要是你当上了拳手，以后我偷偷摸摸出村去玩，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臭小子，算盘打得挺精的。也是，如果我成为拳手，那就可以。啊，这是什么？毒瘴结界？不对，这不是毒瘴的力量。啊，怎么了？怎么了？又敲了练法术，也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玩心要收一收。收什么呀？拳手肯定是你，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法术，我不爱练。还有，别怕，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啊，没事的，没事的。不知道过了多久，毒瘴终于恢复了平静。毒瘴动荡的时候，出现不明的气偶和结界法阵，小姑姑和长老们无法进入毒瘴。等他们赶到时，莫大哥已经……
几个月后，我离开了村子，我发誓要找到毒瘴动荡的原因，我要找出害了莫大哥的凶手。阿勇，我们都会帮你的。当年我只走到这里，前方不知还有什么凶险，我们拿起精神继续前进。That's all I gotta say. I apologize for being quiet. I was like totally concentrated. Hey, warrior. Would you like some weapons? I can also take human currency. All these pretty. I feel like I should just focus on. Wait. It said it can sell too. What can it sell? Can sing. I'm gonna start with the outfits first. Let's see. For me, I always try to focus on what's the highest. So it looks like silk. Shadow. Got here. Thank you.
Oh, okay, that's her other outfit. And then wait, who else? I want her to have a better weapon. May have grabbed the wrong thing, as usual. Let me slow down. Sometimes looking at these weapons kind of trips me up a little bit. Okay, I think I got everything. I'm trying, guys. At least the attacks look a little better. A lot better.这可是疗伤圣品，剩一口气都能救回来。可惜，当时没找到。阿尤，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走，这里。
哥，他只是游魂，并且被大量毒物的怨念侵蚀，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不会的，他刚刚还……六姑娘，不要伤害莫大哥本体，只要将缠住他的毒虫毒草清除，我就有办法让莫大哥清醒过来。好，那我就赶紧吃。好的。好。小心，等一下找到机会，你帮我拿住莫大哥。Ooh, that was intense. But I did it. Hey, achievements. Teamwork.莫大哥，已经过去四年了。四年，已经这么久了。这些时日，我的意识大多时候迷迷糊糊，如行尸走肉游荡，仿佛噩梦一般。时候，以你的修为，明明可以活下来的，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你知道我和小姑姑伤心了多久吗？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也是我唯一的兄弟。如果你有事，我一辈子都会没脸见他的。莫大哥。你可别哭啊，你不是自夸，还再厉害的走也不掉一滴眼泪的吗？你没事，那我就再无遗憾。不过脾气还是那样，动不动就训我。一定是你总惹他生气。我留在这里，只是想再看他一眼。这么些年，他多次进入毒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他。我就会恢复意识，我多
着他，偷偷地看着他，这是我仅有的幸福。还有，若我真的投胎转世，那孟婆汤一喝，我就会忘记他的一切。我不想这样。莫大哥，小姑姑她已经成亲了。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了，不过看来你也有了很好的伙伴。这很好，很好。莫大哥，he turned divine. I'm kidding. Terrible joke. But still, aww. Free to spirit, though. That's really good.想哭就哭出来吧。好些了吗？接下来的试炼必须我一个人去了，一切小心。你没问题的，我等你。You'll make it. I'll wait for you. Be careful.掌泉眼，终于，这次我一定可以。您就是负责犬首试炼的卫戍大人吗？然也，余为灵枢木卫，伴毒瘴而生，守护毒瘴之存在。
试炼者，汝之能力心性由毒杖辨明，汝可否接任拳手，将于此战中揭示。予以等候四载，汝心智可以决。这次我绝不会逃避了。Solo battle。泉眼的毒草药性很强，若是用剧毒攻击，或许会使出更多的体力了。试试看攻击毒草，会无尽伤毒吧。There we go. 先找个地方躲过去。Don't like that. 上善若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毒亦药，药亦毒。药毒之隔，存于人心。拳手责任重大，需德理兼备，心性正。Wonderful. 试炼者，汝上前来。天地九泉为六界灵脉之枢纽，此生万物之源泉，众生平等共享。毒杖之泉，纳天下万毒，天下万解。相生相克，循环不止。汝若为拳手，需向于起誓。汝需誓言守护毒杖拳。我发誓。汝需誓言不得利用毒杖拳谋一己私欲。我发誓。汝需誓言不得利用毒杖拳危害苍生。我发誓。若有违誓，天地不容。I did it.桑友，从此刻起，你就是毒杖的新任拳手。
小莫那孩子已经走了吗？小姑姑，你知道这四年来我在毒帐内一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也寻找过他多次，但他始终未曾现身。魏叔大人告诉我，毒物束缚住那孩子的魂魄，伴随着他强烈的意念变成咒，让他无法解脱。咒念侵蚀他的魂魄，早晚他都会魂飞魄散。可他总是躲着，我无从开解，只能寄希望于你。所幸还算来得及，现在由你来送我们回去吧。I'll be like, I'm back! With stronger weapons! Wow! We have a new dual champion! Ayo, ge!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Sang Mei 大人还有事要交代新任拳手，我们就先回去吧。好。事关重大，如果不是阿尤继任拳手的话，这秘密是绝技不能让你们知晓的。四年前毒帐动荡之后，阿尤离开村子去寻找线索，与此同时我总算联系上几位拳手，我们发现同一时刻其他九拳也出现动荡异象，虽然只有片刻，但拳眼皆被不明法阵束缚住，九拳灵脉停滞。热海拳手洛前辈告知，操纵力量的源头就在这九拳之中，只是再多的他也无法得知了。若再度发生此事，那六界恐有大难。你们此行既是前往魔境，届时请你们务必打探演播的情况。小姑姑放心，我一定会查明真相。只是魔界广袤无比，你们可否平安寻到紫丘，又能否全身而退？前辈，修吾去过魔界，我们直奔天魔国，可减少同其他魔族对峙的情况。若真遇敌，我们三人支援修吾，也可一战。况且魁宇也身中绝名，天魔众一旦见到修吾安然，必会猜到我们知晓解毒之法。他们想替魁宇解毒，就不会轻举妄动。有道理，他们那么紧张的魁宇，肯定不敢冒险。可他们如果抓住我们，强迫阿尤拿解药呢？既然如此，以防万一，这颗风离雨珠拿去。此物可穿行六界，不过只能来去已知之地，若遇危机也可自保。多谢前辈。那我们先回仙侠派吧，防煞器的符文需询问师父才行。希望你们一切顺利。